好，除了吃的之外呢，现在想要买一些生活的日用品或是买3C 的东西呢，都有 HOCON 可以拼哦，包括了网络的通路露天跟奇摩杠上了，而在实体的通路呢，灿坤跟全国这两个全台湾的产业两大通路现在也杠上了，纷纷都拼出特价。一张张促销广告贴满了整个卖场，又是捡便宜的好时机。灿坤推出会员特卖会，40寸高画质电视原价26,900元，现在只要18,888，还有一对一冷暖变频空调，原价31,690元，现在20,000元有找，业者挂保证，最低价。是季节性商品，譬如说空调还有循环扇，我们循环扇最低有到599。因为这一次呢，其实无论是在资讯类商品，或者是影音视听，或者是包括季节性商品，我们都做到最低价的一个回馈。灿坤来势汹汹，另一个电子产品通路全国电子也不让专美于前，限期5天的破盘促销，推出42型液晶电视，市价31,900元，现在买只要26,888元。19寸电脑萤幕市价4,490元，现在连4000块都不到。还有数位相机直接打6折，2,990元就可以买得到。这次破盘活动特别推荐啊液晶电视，像42型的液晶电视，价差大概会有啊5-6千块以上。那37型的名牌的液晶电视啊，最大价差有到8000块。业者杀红眼，希望靠特价的业绩可以超过平时半个月的成绩，两相较劲，受惠的是捡便宜的消费者。中央新闻吴明山、陈一凡台北采访报道。